喂，我先不能上班了，我跟何主任请过假了，我妈病，对不起，火车上太吵了，我先不说了。谁呀？我们所孙小姐，管考勤的。哦。哎，电话。 干嘛不接啊？我不想再管所里的事了，王爷。 你去歇会儿吧，我来。不用。天浩，你听话，你去吃点东西。哎，我受不了，不用。刘阿姨量体温了。 阿姨，这个病恢复起来可能要好长时间，你有什么打算啊？
怎么了？斌哥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我到底该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啊？远平哥，你说这是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他为什么连招呼都不打就这么走了？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就算他家里有事，他也应该告诉我，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难道他不想让我跟他一起承担吗？小桃，你很爱吴天昊是吗？是的，我爱吴天昊，我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爱过一个人。自从爱上他以后，我发现原来爱情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。我以前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体会，我也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替别人担心过、着急过。想想我以前在学校闹的那些事情，就像小孩子在过家家，特别幼稚，实在是太幼稚了。小童，我不怀疑你对吴天昊的感情是真的，可是爱情是一件严肃的事情，你想跟他共度一生，你对吴天昊到底了解多少呢？袁平哥，我现在只需要了解，我爱吴天昊，吴天昊他也爱我，这就已经足够了。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。你爱他，他会像你爱他一样爱你吗？会，他当然爱我。如果他爱你，无论有什么事情，他应该告诉你，相信你。无论有什么事情，你们应该在一起分担才是。他这么长时间没跟你联络，或许只能说明一点，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爱你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袁平哥，爱情有很多种，一个依赖女人的男人才有可能像你说的那样，但是吴天昊他不是这样的。从他开始拒绝我的那天开始，我就已经发现了，他不想依赖我，他不想给我添任何的麻烦，你知道吗？没错，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不跟我联系的。袁平哥，你帮我一个忙好吗？什么忙？我爸他一直对吴天昊有偏见，他不接受他，你去帮我说服我爸行吗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病人的情况不太乐观的，想要恢复到生活自理恐怕比较困难。大夫，只是比较困难，并不是没有希望，对吧？也可以这么说。不过他的这个康复过程不但漫长，而且真的非常困难，得需要专人护理，每天呢得陪他锻炼。另外，你们可以尝试一下中医的针灸。不过，无论什么方式，都需要漫长的坚持啊。